开心，啊，你想到办法了吗？商场，我要怎么去上？啊，我想想啊，想想。小姐有什么吩咐吗？小姐，这行吗？我说行就行。去。是。我知道，最近我给大家的压力比较大，但是没有办法。为了公司下一届春夏服装秀，我们可以拿到可观的销售订单。我们必须拿出最新颖的创意设计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个行业竞争压力比较大。一旦创意设计失败的话，不仅会影响到公司的销售额，还会影响到我们在圈子里面的声誉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。还有，离时装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让大家拿出新的创意设计，可能比较难。我想了一个办法，不如这样吧，你们大家看看，身边有没有好的设计师的设计创意，我们公司愿意花钱买下他的设计版权。哎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但是你们设计部的人还得继续设计。嗯，没错。好了，散会吧。今天怎么了？就是，王董今天心情好。心情好。魔鬼的温柔，不可信。王总，有人找您。谁啊？您请。你又来干什么？董事长让我告诉你，不要再和小姐联系了。这是他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说什么你应该心里很清楚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尝试试探董事长的底线，惹怒了董事长，后果你承担不起。董事长，不好了，您快去看看小姐吧。怎么了？您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你是不是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去订婚啊？我就把这些衣服都剪烂，这样我明天怎么去相亲？脱光呢也行啊。我想钱的用处你是很清楚的吧？啊，等麦麦回来我可以再让她去买，知道吗？妹妹的身材跟我差这么多，那么胖，帮我买。你干脆叫她帮我相亲得了。好了，别闹了。进，出去。是，小姐。
一宽，一宽，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？是不是？啊，哎呀，你发烧了，快起来，我们去医院。我不去。那我们先起来好吗？我们先回屋里。来，慢点。星辰，哎，我在呢。来，来躺下。我在呢，我在呢。啊，青青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离开我。没事的，你先躺一会儿，我去给你拿药啊。离开我。小严，你来干嘛？报告领导，接您下班啊。不说了，不用你接了吗？你看你能不能跟你这帮同事学一学，你看看人家小姑娘见到我多开心。他们能不开心吗？你跑我这儿来推销避孕药，他们不只是在笑你，现在也是在笑我。他们那是嫉妒你。哎，你好讨厌。我还好坏好坏呢。过去过去，别蹬鼻子上脸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。这谁呀，在我家领导要训斥我的时候敢给我打电话，隐私专家。喂，忙着呢，有事快说。方哥呀，哎，今天晚上我们去顺那儿聚一下怎么样？我请客，当然我请客了。何开心，你已经被我们抛弃了啊，他又挂我电话，我跟你说他这毛病真得治治。我还想先治治你呢，你打电话能不能小声点儿？能不能出去打？你今天肯定是治不了我了。何开心喊咱们去马三顺，他说他要请客。不去。必须得去啊，找他撒气去。行了，我去换身衣服。好。老喜欢跟我撒娇。一坤，我能抱你一会儿吗？我感觉好了。你乖乖听话，一会儿烧退了就不冷了啊。我的是好了。是这样，我知道我不该骗你。我之所以对你隐瞒，是把你知道我的事情之后离开我。我真的在乎你。自从我妈去世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快乐过。我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再爱了，直到我遇到你，我才让自己冰冷的心融化了。姐姐，你是我在黑暗世界里最后一丝光明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别离开我好吗？姐姐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不离开你一坤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不离开你，一坤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